你要去哪里，东东？东东，东东，你在吃纸袋？妈妈要不要把它挖出来啊？东东，东东，东东，真的咬破了啦！爸爸看啊。这里，这里，我抓到了，这里。怎么？哎，这里，这里，大块的来了，好了。磨牙，不行了。你想磨牙是不是？等一下哦，爸拿东西给你换。等等，再给你好不好？再给你，再给你，哎，哎，再给你好不好？啊，那纸袋给爸爸好不好？好，纸袋给爸爸，纸袋给爸爸，再给你，袋子给爸爸。这给你，这给你，嗯，你笑，弟弟哥笑。妹，咬破了吗？我看看，没有。你是羊吗，东东？你是羊吗？咩？你是羊吗？咩？咩？嗯，又咬破了，哼，嗯，咬破这么多，嗯，哇，其实东东牙齿很厉害，要用牙齿硬把那个袋子咬破，其实要蛮大的力气耶，哎，又咬破了，东东，东东，好痛，啊。好，给爸爸。
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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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。哎呀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妈妈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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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东东来了，他咬了好多纸袋，碎片被我挖出来了。好像一只小羊，饿它，我那饿它。妈妈，东东只是想磨羊。妈妈，妈妈在你后面。东东呀，你在巡逻啊？你是不是又咬到了？爸爸看啊，没有，没有。什么？爸爸让出一条路给你走。一边咬纸袋，一边巡逻家里啊。嗯，拍拍手，拍拍手，对，拍拍手，拍拍手，对，好开心，拍拍手，你会拍拍手，拍给妈妈看好不好？拍拍手。拍拍手，拍，东东拍手，拍手，咬好大口，拍手了，拍手了，拍手了，哇，哇，要让开对不对？要让你可以走出来，爸爸让开。妈妈，妈，爸爸。爸爸，不可以走到门口外面来哦，这里是穿鞋的纸的地方，不可以。我们转弯，嘿咻，转弯往这里走，对。哥哥，哥哥在看漫画，又回来这里了，绕了一圈。跟你交换好不好，东东？跟你交换，你咬这个好不好？妈妈，他好像不要。妈妈，哥哥在看漫画。哥哥会认得很多字了，就可以看漫画。嗯，你要我手上这个，就是不要固执剂，就是要纸袋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去帮你接水了，要准备洗澡了。你知道妈妈在哪里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你是不是又咬掉了？来，嘴巴张开，爸爸看看。哎、欸，还不给我看？难道？对呀、啊，而且有一个声音呢。
那是他磨牙的声音吗？好大声哦！妈妈呢？吧唧吧唧的。对啊，他一直逃跑，他知道我要挖他的那个纸袋。东东，你没路又逃了。你走到這裡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你走到这里来，你觉得还能够去哪里吗？没路走。东东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放下武器出来。放下你的纸袋。放下你的纸袋，会让你咬啦，只是说看你有没有吃下去，怕你吃到肚子里了啊！啊啊，东东啊，爸爸看看呀，嘴巴，东东啊！啊，我的手，好，应该没有。那你一直在那边咬，是磨牙而已哦，牙齿跟牙齿摩擦。卫生纸不行，卫生纸不行。发了一有啊，我记得有啊。哇，东东卡住了，卡在卫生纸里面。有一个小宝宝卡住了，妈妈，你快来看，好好笑哦。他有一个，他用一个很特别的姿势卡住了。妈妈，你快来看，动弹不得了。我来，爸爸叫你，爸爸叫你。